碎就像拼图那样被折成一片一片，这场噩梦依然不会停歇，直到世界与你一起毁灭。大家好，我们是农罗伊罗文月。那刚才的歌曲是《晴天天空依然》，这首歌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上架 MV， 版本跟刚才演奏的非常不一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那今天的节目很特别，有一些有趣的小游戏，等等敬请期待哦。那完整版的话，在周六晚上的7:30，请友们跟我们一起收看《学生天团风音乐》，等你哦。主持人面试上了，耶、yeah ！你知道补超在这边吗？因为今天我们的团员他的名字是日文，好像是日本的发音，没有啊，他没有。冠彦的日文很强哦，他唯一上的原因，没有。在刚刚的考验，冲冲都不算。没有，他刚刚我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让他过？他说，哎呦，他我就突然就是问他说，哎、欸，你会日文？他说会啊，那就过了。这边一整集都没有关系，这样。你知道我今天来这乐团，我完全不敢直视他们。为什么？因为就是很，就是视觉很像在看动漫人物，而且看起来很凶，所以我都不太敢转过去。很凶吗？有一点。不会，不会，人家笑成这样，对啊。就是、你是说他越笑越凶这样？人家和蔼可亲哎。那你介绍他们。OK。没有啦，我们直接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诺罗月。大家好，我们是诺罗月，诺罗伊。是是哦，真的是日文的。那我好奇，诺罗院是什么意思啊？是姓氏的名字吗？哦、不是，它就是诺罗伊，是日文诅咒的意思。哦，对。的诺罗院还没有自我介绍啦、哦。大家好，我是诺罗院的吉他手 Kaido。大家好，我是贝斯手 Kasuga。大家好，我是主唱 Solo。大家好，我是鼓手 Kaido。耶！装扮一次要花多少时间啊？因为我们的妆很深，因為你們的看起来是全妆的那种。哦，对，基本上我们装扮通常若加头发的话，差不多在2小时左右。走就是视觉系的这个路线。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从还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这些音乐，然后我们那时候看到可能 MV 啊，或者是现场，我们就觉得。就还蛮受影响的，我们就觉得想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想要组一样的。所以你们是学生时代就认识哦？哎、欸，对，有一些，我跟凯友就是鼓手，我跟他是高中同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开始有在慢慢的想要组这个东西。所以你们一开始就已经规划要做这件事，不是在路上突然遇到就？哎、欸，不是，学戏的人会喜欢 cosplay 这种东西吗？其实不太一定，不太一样的，对，就是 cosplay 还是归 cosplay， 然后视觉系还是归视觉系。对，所以视觉系的那个角色的设定是你们自己脑中想象的样子。对，就不啊，对。好，哎，你们大概认识多久？我们认识，我跟他认识最久了，然后。主唱我们认识会比较短一点，大概2年多。是最晚加入，对，他最晚加入。太可怕了，那个 feel。所以你们自己房间里面的风格也是这样子吗？哦，没有，不一定。像他的房间可能就都是粉红色。垃圾哦，真的假的？什么？垃圾啦。哦，他讲到你才垃圾。没有垃圾就蛮奇怪的。对他来讲垃圾，但他就是粉红色，然后都 Hello Kitty 什么之类的。真的假的？粉红泡泡。我跟你说，前面那个很凶，他在那边，不对吧？所以你是喜欢可爱跟，就是只要可爱的东西，通常都可以，恐怖的东西也行。所以你会像你说哇，好可爱这样子吗？好像不会。好了，既然都认识一段时间了嘛，我们就来考考你们的默契了。好 ，OK， 来。他们默契感觉很好，对啊，默契超差，都差，真的差到爆炸，每次传来都这样子。或者因为我们其实感情超不好，没有，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私下的状态，他们只知道他们工作上的状态，就是一下全妆之后，没有化妆是不会见面的吗？绝不见面。哦，你们四个是不会见面的。像我跟他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戴口罩，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睡脸长什么样。真
假的？听起来像是交一个日本女朋友或什么的，就是看不到素颜，看不到素颜没有，没有素颜，到那个结婚的时候才知道的。谁的女粉丝最多？你觉得谁？应该是主唱吧。因为主唱坐在前面，对不对？对啊。好，我们来翻牌。都写同一个人哎、欸。我其实也没有不同人。不同人吗？刚好二。那我问一下，都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二。他啦。所以是我是指他。对，你指他。对。你要换成这样。你这有很多答案可以选哎、欸，然后背个角度。你要换成这样。没有，我就是这样。英文不一样了，我想说都可以开头，应该都。为什么？就是有一种瞳孔的状态，让你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粉丝。对，应该是我自己，因为他近期确实还蛮明显的，就是粉丝量有慢慢的冲高。哦，对，所以飙起来没用啦。我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他这个型在漫画里面是很受欢迎。对，就是其实那种戴眼镜，然后看起来很聪明。对对对对对，那种深藏不露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是觉得我还好。每个粉丝都在问，哎，你的腰怎么练的？对啊，你腰好细哦。对啊。嗯，其实有一半是基因的问题啊，就是你体重多少啊？49。什么？49？49是女生，49是女生的体重，对不对？是女生的体重。对啊。就是过瘦，是已经有一点过瘦。对，是蛮，而且你蛮高的哎。可是你的装扮很适合这个体型。对。好，我来问一题，就是你们团员之间的很怪的习惯是什么？我们鼓手的那个牌子高一点，我们那个后面的牌子都举高一点，就往光。他的答案好可爱，跟抢筷子一样的。怕老鼠，哎，你们两个谁一样的？对啊，怕。所以怕老鼠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阿茶爱讲干话。阿茶是我们另外一个团员，他叫查克拉。哦，爱称阿茶。爱讲干话男生应该都差不多啊。没有，可是他的干话是很干的那种，对，你会完全不想理他的干话。就是这只是边缘人而已，一听就只是事实的那种。对，就是他的那种干话，他的干话就是很弱智的干话，而不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拉，就像我们今天要来这边，对不对？然后因为他有事没办法来，所以他我们就会在群组里面沟通说，哎，我们大概几点要待机，然后去哪里集合干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回，好，就说哎你到了没？然后隔天回你说哎我到了这样。对，就是那种，就是明明就没他的事，然后他就硬要插话，然后插话很讨厌呢，对，话还不重点，对，然后我就很不想理他。好奇是那个超怕老虎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发现的一件事。哦，因为家里不容易会出现老鼠这东西。对，我不太会知道。在路上会啊，除非他看在路上，在路上。所以你们是会一起去买菜吗？还是没有？没有，菜市场不是菜市场。对，就是我们刚好就是去表演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想去买个喝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都是晚上。然后没什么人，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就有老鼠走过去，所以你就尖叫这样。他不止尖叫，他飞起来了，他大概跳了2公尺这么高吧。那会那种少女尖叫吗？对，他就是真的，啪一声，然后直接从这边，然后跑到那边去。我是难怪那么瘦，老鼠你有被咬过？没有，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被咬，但是我就没办法接受他的样子。抢被子是什么意思？没有，是因为我们晚上有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嘛，出去演出的时候。对啊，你们住在一起没有看过素颜很奇怪哎。哦，我们戴着妆睡。你们戴口罩睡觉？戴妆。戴妆睡，那对皮肤很差哎。反正戴妆也没有，其实还是真的有来有素颜。他讲干话，不要理他，他们怎么没有看过？我觉得我今天很慢慢的，好好的。我想要深入这个，因为我就想说，奇怪，他是那么久没有看过素颜，我真的相信哎。好，来抢被子。对，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双人床，就会分两个睡一起。那这一位很神奇的是，他只要是他就对，对，他自己睡着的时候，整个被子会莫名其妙全部卷到他身上去。就是女生很会做这件事，她可能梦到老鼠吧？卷上，好不好？这么 peace， 那就问一个 peace。对啦，好啊，这样不吵架算了。因为像你们的型都是比较柔的，就是有比较美的那一面嘛，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男粉啊，哈。啊，对吧？男粉有吗？不多耶，真的吗？很多吗？不多，不多，不多。
很少。好好，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男有你们有男粉，然后超爱你们的，一直要跟你们示爱，希望你们就是跟他在一起，你会怎么办？你要说真心在一起？对对对，就是爱上你们的那一种。你会用什么方式表演什么的，就是在外面等你啊，又送花又送卡片。你们还要记得自己是表演者这件事情，你不能说我们就在一起了这样，不太好。揍他这样，拿鼓棒的，你们要开你们麦克风。来，我们来一起站台。啊，保持距离。保持距离。问号。来来，我们举个问号是什么？你要写那么久，你给我问号。你真的画太久，你全部的时间都拿来画眼纹，是拿来画了。你要写那么久。他可能就是遇到这种粉丝就，嗯，他就抽到都是装傻呢。那你，那你，好了好了，真的，跟对女粉丝，跟对女粉丝一样对待，就是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对我自己是不太会分，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喜欢我，我都还蛮。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因为粉丝有分恋爱粉，对啊，对对对对，他已经就是有点。但是通常我的方式都是。不过我真的比较少遇到，就是，要想象嘛，等你们之后如果真的遇到怎么办？真的遇到了，总要有一个应变措施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我其实也是会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你要跟他在一起，让他知道你们都不适合的。我赛事有多不合，体验看看。我赛事有多不合。好嘞，保持距离。对，哦，所以你会就是比较消极的那种，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距离感，嗯，让他保持一个距离。可他一直想靠近你呢。对啊，然后我们会，就很好，没有，没有了。可能就是我们会在，我在现场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忙别的事情，刻意的去避开他。就是哦，我先去忙了。对对对，哦，我先可能要先忙一下其他什么事情，因为像我们在现场的话，可能有准备啊，然后演出，然后还有我在贩卖周边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其他的那个观众跟粉丝，对，所以我就可以跟他说啊，我要去忙还是干嘛？嗯，对，还是逃到后台去这样。对对对，然后就是后台躲起来这样。当以后粉丝他只要说他去忙，你就知道。我以后都不会讲这个。我以后就是他们这个团体的人，就是他们就算被黑，好像不会影响到他们这个团体的形象状态，因为感觉是无所谓。就我们一样，就保持做好我们自己事情就好。反正敢黑，就有后面还有符咒嘛，对啊，可以杀小人嘛之类的嘛，对不对？然后粉丝都准备老鼠了呢，粉丝变老鼠是不是？就准备时代吃个老鼠，然后老鼠，你不接受我，那我可能真的会打他，那你就不会管我是不是偶像，我可能就真的会打他。可是你要先躲老鼠哎。你要先躲老鼠哎、欸！他在老鼠的那一边呢。我不管，我一定要先打他。我打他，我在躲。还有老鼠的障碍呢。我一定要先打他。好了，我们聊了很多，让我们先直接来听一下你们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今天天空依然》。大家好，我是柔柔以落愿。接下来第一首歌是它叫做《今天天空依然》。这首歌主要讲的是霸凌者，然后是我身边朋友发生过的，然后我听到他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写出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里面内容主要是被霸凌者跟我旁人听下来的感受的写出来的这一首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消失溶解
流着的咸咸。今天天空依然那样破碎，就像拼图那样被折成一片一片。这场噩梦依然不会停歇，直到世界与你一起毁灭。在这黑影之中，你在描绘什么？然后偷偷的哭泣着吗？在你的声音中，我会因为痛苦要哭很久吧。中消失溶解，今天太阳依然那样耀眼，注视着手腕上残留着的鲜血，听了哭喊，自我了解终于听不见，最后再看一次你的笑脸在天空下是之前。测试了一点点小默契，算是实质，就是实质上的默契。但是我们想要测试的是一个心灵上的默契，有一种通灵的感觉，真的是要通灵哦。就是你大概要猜一下，就是你的团员会比什么数字？对，在这些数字里面会，你们会不会比到同样的数字？这样，我们就比一到四，一到四，我们就闭着眼睛，对，闭着眼睛比一到四，然后我们就出三题，然后看看你们四个人的默契怎么样。好，好，那比三次，好，对，比三次哦，看能中几。好，来，大家眼睛闭起来。然后我们手举起来哈，后面的要举高一点，因为会看不到我们镜头。好，来，你看。好，第一个数字哦，三、二、一。来，第二个数字。啊！哦，都不一样哎，有没有？好嘞，下一个，一、二、三。哇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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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快点来，去这边。三、二、一。哦，还有抽换，哎，等一下你们现在是最后决定了，最后决定了，不能再换了，不能再换了。他们在感应有没有 ？OK 了。哎，我必须说你们真是蛮厉害的。第一题很厉害。没有，他们第一题跟第二题都是三个人对，对，都是三。他第一题因为他刚刚是四的，他刚对我是四。哦，你多比了。他刚刚帮他的另外朋友。对呀，五个人都是二，因为你们第一个是都比二，然后你也是二，但是你是四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所以你是四来二，我是四啊，假装是四的二啊。二乘二，其实你们都有蛮，都有人对，真的。哎，你们默契真的蛮好，因为我们之前有测过，没有一个对过哦，内心就没了。好，接下来呢，要考验你们的画画能力。好，你们画画怎么样？他很会画吗？你那个会画吗？他很会画颜文字啊。他可能画几笔拿出来就是写实的图。哦，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们就是一个人抽，然后轮流下去。比如说你抽到的是哆啦 A 梦，对。然后其他三个都不会知道你画什么，反正就画。然后第二个画，第三个画，第四个猜。然后哦，就是下一个在看的时候，其他人要闭起来。对，好，好，就顺便画画，一句话就给跟上。这好简单，太简单了啦！就三秒就好了。四、三、二、
平，好，平平，好，给镜头看一下。标题出来就差不多。哎，有，其实有，其实有。我觉得他是变胖的蘑菇。我觉得他有点。有点危险，我已经尽快的把它画完了。来，我们请那个鼓手睁开眼睛，我们看一下前面画什么啊？啊，其他还是平起来。来，十秒，二，一，好，平笔。好，第一个把盖起来，然后我们给镜头看。有吗？好，来，我们请那个主唱眼睛睁开，看他怎么画。他连那个都好像有文字的感觉。十秒哦，一，来给镜头看一下。哇！我听到这个哇！完蛋了！我跟我想的一样。不是，这怎么了？我跟我想的一样。三个字啊，它不是漫画，不是蘑菇吧？还是有逻辑可以？方吉君吗？三个字啊 ，Kinoko 啊，对，我跟你讲，方吉君也是三个字啊。我跟你讲，他猜错，我不是打他，我是打。这个让主持人去打，让他真的就是你要来。他还是有一点，他不是那个动漫。我知道，马里奥。对，上面那个 M， 你不会看那个，还有戴一个帽子嘛，然后上面是 M 嘛，对。那你要不要看你前面两个？他上面应该是马里奥的模型。我画的比较像吧？你在里面。对啊，他只有他比较像啊。哎，我你有胡子，你有胡子，我有胡子啊。三个一起，我们三个一起。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好吵，你前面再怎么像有什么用？对，看最后一个。大家看，马六的先画，对不起。谁要换谁？换谁？好，那换主唱先画好了。好，真的要这样画？对，真的要这样。好，他猜。好，鼓手猜好。先画。那大家眼睛闭起来哦。就刚刚他画的最那个，最灵，最灵，最抽象啊。对。这答案哪一个超难？我们给他15秒好不好？看一下是什么、啊？来给镜头看一下哦。哎，这样就可以了，这5秒就好了。他掉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 ，OK OK， 来，给镜头看一下，给镜头。哇！你怎么这么坏啊？什么东西？很太棒了。你觉得很像吗？这是懂的剧本。你觉得很像吗？特征看一下，特征在哪里？完蛋了，我真的是完蛋了。你只要10秒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你画不了，一模一样吧？我跟他的一模一样吧？吉他手，来看一下。我知道你画谁了啦！不讲，我知道了。来，10秒钟哦，10秒哦，先画哦，来哦。来，给镜头看，给镜头看一下，给镜头看。这个牌子好好画啊！来，鼓手，看一下啊。哈哈哈哈哈！卡通师啊，这个是卡通没？这个蛮好，我应该有。你只要猜到角色名字就好。角色吗？我能够，我能够拿提示之类的吗？啊，提示，我想一下什么提示啊？他是当红的卡通之一。对，刚刚你们有不小心提到了一下下。非常红，5个字吗？没有没有，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它的故事架构非常的大，就是不会游泳。对，没错，没错。那跟我想一样，他在5个字也对，对啊，5个字也对啊，他猜对了，鲁夫。哦，对，来，我们大家一起给镜头看一下。不是，你先看一下他画的。那我们比你了。我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不是造化？你猜三个，我跟就一模一样吧。哎，这可以猜得到，有点蛮厉害的。对啊，厉害哎。其实是提示啦，对，提示对啦，我们提示得很好啦。我们给镜头看。鲁夫那个发秒，会发。我靠！哦，这么猜错？这个看这个很难哎，这个很难，这个真的很难。这好难哦。但是真的刚刚也很像啊，如果要画同一个样子的话，难哎。这真的有点，这有点难度哦，这真的有点难度，可以吧？这个可以，我知道，我知道，这样我要知道，10秒，十还是鲁夫吗？9、8，不一样吧？5、4、3、2、1，哦，好啦，我们这边盖牌，哎有，然后那个鼓手，我们请鼓手眼睛睁开，有吧，有，来，10、9、8、7、
六，所以我觉得那纯单猜不出来。四、三、二、一 ，OK， 来，我们给镜头看一下。镜头看。哦，这也不错。哎、欸，有啦 ，OK 啦。我觉得应该。好，我们请主唱眼睛睁开、嗯，你可以好好的猜猜四个字。哦，很明显啊，快刀机的。哦。等一下主唱在画的话，还猜不猜的话，就可以知道整个猜不猜的过程到底是为什么。问题就在谁身上？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一题给主唱再画一次，好不好？本来以为这个游戏是默契大考验，但是其实谁是老师？我这个独立漫画，哦，这个那个秒数可以多一点吗？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行行，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有啦，爸，有啦，他这个他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他下面的表情比较可爱，他有一个偷吃布的最后东西在那边。四、三、二、一，好了，停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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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给镜头看一下。哎、欸，也不错啊，也不错、啊。来，我们请那个。OK， 啊，那是什么？十五秒，来，十秒就可以了。十秒，来了，十、九、八、七，对对，六，哎，其实有啦，五、四、三、二、一，好，来。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没有画出来。吉他手，一个，我们先画完，给镜头看一下，应该有吧？有吧？四个字，对，可以画蓝光。不对，我们不能，我们不是剧名哦，不是剧名，角色哦，樱木花道，好快哦，很厉害，为什么没有人把十号给写出来呢？啊，对，我帮你写背号纸，他也不知道，知道，虽然刚那张图我也拍蜡笔小新正男，正男，哎，蛮像正男的，正男没有男生，有像反串的哦，这是什么？哦，五、四、三、二。一，来给镜头看一下。仔细想想，这题其实蛮简单的，每个步骤。哦，我觉得这题算简单啊，因为它算是特色很明显的一个角色。好，让我们请贝斯手。来哦，十五秒。好。哈哈哈哈哈！开始哦。他每次都，你每次一转头就拿。十一，十一，你每次一转头就拿。十一、十、九、八、七、六、五。三，什么东西？你要歪了喽！你有没有？我没有歪，我没有歪，我策划。耶！他已经像那个什么可罗什么，就是今天大海哥，对对对，面包超人吧？来，十五秒，十五，十四，太重了啊！十三，十二，十一，十，九，七，六，五，四，三。二一啊！来给镜头看一下，给镜头看。好棒，好棒，好像银魂里面的角色。然后我们请主唱睁开眼睛，好好的看看是什么。四个字哦，四个字哦。那电影最近算是有在翻拍吗？不是，也不是翻拍，就是他有在剧集啊，有在荧幕上八只光眼。耶！好，演他太多，等一下，哎，是，我必须说，他其实有点像，你仔细看，其实真的有，还有翅膀啊，等，你自己至少加个罩吧，你加个罩还要带出来，我怎么不帮他盖上去？罩就收起来了。哦，你这下面再多一个屁股，你们知道那个八十块钱最特色是他的下巴有一个螺旋的图案，有个对，一个螺旋的图案，他唯一跟八十块钱像的地方只有这个按键的地方，对对，只有按钮是对的。地方对的，他至少还有翅膀啊，是啊，我以为他是手，手啊，你有看到委员手？来，三个一起比对，就八十光年退化剂哦。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请你们带来这首《期待》，送给大家。我们是诺罗伊诺罗院。那第二首歌，它的名字叫《期待》。那这首歌主要在讲述一个没有期待、没有伤害的一个感情观，就是在感情里面总会有太多期待，而造成了很多的伤害，自己可能会心中也会有很多的，就是难过啊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歌，它叫做《期待》。
般的伤口，在寂寞，在摸索，在失去你的双手，还有什么能够期待？没有什么能够期待，还有什么能够期待？不期待。声的音阶，叫着谁？只看见垂柳丧气的花蕊，还有什么能够期待？没有什么能够期待，还有什么能够期待？不期待。手中握着爱，一松手间全空白，空虚在我面前不断不断的徘徊，能不能听见？能不能看见那所谓的未来？原来生活依然期待，是是而非的存在，时空断送一切，思念之间的红线，风在这秋天吹落了爱恋，遗落了我在这刻季节。现在我们要来考验你们的读唇语的能力了，直通那一种的，我是很讨厌哎，这句话很讨厌，有点难，这个完蛋了，完蛋了。好好好，你们一起猜，先一起猜。好，八个字哦，八个字。哎，对，要算一下。敢敢。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字敢。敢敢写先打炸炸炸炸。大打五十四分三分响响，其实有啊，其实有，所以我觉得蛮就是看 OK 的 ，OK 的，就八个这种，先打五四分享，你可以的，你可以分享，来感谢大大五四分享，很弱哎，很弱哎。直接换掉，我们直接主唱第一个，打第一个，你当第一个，好不好？对，就猜不出来。退团了，这么严重？对啊，这我们都有讲吗？更多的情绪。他们看这些，他感觉知道多大了，好难。帮忙！惊喜，惊喜，拿起，第二个字，第二个，天，天连连连。
我就天，周哥你快进入这个世界。天，他们一首歌都快听不行，完全不行，三个字。天，二三是一样的。天，哎，但他不是要改歌名吗？二三一样。天，要改成感谢大到五十。连，天，连，天，天，舌头，气，金，水晶，金，不错。天，天，哦，今天，今天，旁边没有猜到。今天一，第三个字，天，今天一，第三个字，第三个字，两个一样，天，今天今不今天天，今天天，空，空，空空，一一然然，哦，今天天空一然。玩这游戏很难哎，这不好讲哎。这个也是很难的，三个字，三个字，木汤商汤汤来狼哦轰哦轰哦轰轰木什么轰木汤哦木兰花红兰花木兰花。来剩五秒哦。木糖蓝糖蓝蓝红。一个字，总共几个字？三个字。啊，木，然后两个字，蓝糖。蓝，三个字，红，对，木兰红，我跟你猜一样，木兰红，哎，他有读对，他有读对，他的答案是木兰花，木兰花，木兰红。木兰红，木兰花，木兰花，来是什么？来是木汤哦，木汤哦，木汤哦，哇，这个汤没有台语太夸张了啦！啊，这有难度。棒，梅，梅，嘿，然后第二个图啊，图猪。猪这个图，你猪图醋，没醋图图醋产品，醋醋啊，怎样？他重点是错的，不差不多。图科毒图毒图毒没毒，来来，大声听三个字，没毒。第三个字，我就要说一次，第三个字，身体健康一些。梅啊，梅毒要小心是不是？梅，耶，梅毒梅，第四个字，真，第四个字真，啊，真，真，他已经傻掉了，真。哎，有接近，有接近哦，真知知真施恩生，来第五个字，时间来不及。没像没生像，他们也像，差不多。像，如果最后这个对，脆这个字哦，像，就是脆，脆像干，像西像。西安巷 say 来，最后我们全部念一遍，梅图梅真相，梅图梅真 say 来，五个字、欸、第一个字梅毒猪毒梅赔梅赔第一个梅哎啊梅梅毒梅生
深，哎、欸，深深，翠下翠向翠下，梅毒梅毒梅，梅毒梅，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梅毒梅真相。对，你神救援耶！他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对，他说没图没真配，没真配，没真配，没图没真配，而且是这样，没图没真配，没图。我跟你们说，第三首歌跟他们的那个超不搭的，哎，怎么歌名啊？怎么说？因为他们都是黑的啊，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纯白，我实在不太懂。他那个咒语是白色的，他那个这个是白色的。不是，你知道纯白这两个字出来就会是一种很清新啊，很就是可爱的那种感觉，就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我刚看完表演，我觉得鼓手确实是这样。他可以展现纯白的一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纯白》送给大家。接下来第三首歌，它叫做《纯白》。那这首歌啊，它主要是来讲述一个爱情故事的一个开端，是 女方主动去追求男方的一个爱情故事。那男方在之前感情里面有一些不好的遭遇，所以对感情这段东西会比较有一点忐忑。那是怎么样把这个心情慢慢化解，然后慢慢跟对方接受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纯白》。放笑容，却以为面到六点半，意外间换替补的频率就此连接了，像是魔法一般，仅仅一段通话，我有内心的黑暗与焦虑，覆盖上一丝纯白色彩。我该再次相信爱吗？未来会有所改变的，对吧？挥散了包括过往语言，不吃了盼望，共同相见。空虚的自我，也许也有了更多理由，再次寻求幸福的色彩，像是纯白，简单的心态，相互陪伴。大声哈欠，警告邮件，合起眼帘，相拥不变。往日的伤，彼此照亮，渴望明日的朝阳。初尝于此时，看不清这是爱情，不再相信只是你给予不同色彩，纯白色覆盖黑夜，失去泪水 go away。 2月14邀约，那天紧抱住，要是我，那是星座做的北美巧克力，如此残破的我，没办法想象未来，这样真的可以吗？但此刻感到好幸福，还是给彼此一次机会。彷徨过往云烟，扶持了盼望，共同相见。空虚的自我，也许也有了更多理由，再次寻找，仰望着天空，许下美梦，画出了彩虹，一同牵动两颗心经，靠着相依，别再怕孤独的哭泣。期盼璀璨的悲哀，
娘在旁边笑得很开心。好啦，其实你们今天四个人的衣服是不是都有不太一样？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个人其实服装上都还蛮有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特色。嗯嗯，所以我们每个人衣装会有一个统一性，但是会有自己个人特色的衣服。那你们一个一个介绍自己的服装好了。因为我的那个角色形象就是会有眼镜，然后会比较偏向大哥哥这样，所以衣服就会比较是正式的一点衣服。然后这个就是拿来修饰腰身之类的呀。对对对对，就比较正式一点。对，西装装西装外套。对对对对，你看也很瘦。你们都他都好瘦。对啊，对啊，你们都好瘦。三餐都只吃。来，我们转一圈哦。我这样真的好明显，你们这样会大家会以为视觉系艺人都吃不饱哎、欸，对，真的真的。那你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这个吗？对啊，我们隔壁团的有一个吃很饱啊，上礼拜我们隔壁团有一个吃很饱、這個。这个服装的话，就是我自己喜欢一个比较简洁一点的风格，所以是用一个衬衫，长衬衫这样子，然后配一个黑色裙子。它算是很低调的层次啊，因为我就是想要走一个比较阴柔的一个路线，嗯，所以是会稍微。但是你在地上爬的时候，这個、衣服不会很。他在地上爬的时候，那张床纸贴在头上就不会起。啊，他就是全身都是流苏，对，就比较饰品的感觉比较多一点。对，后面也有流苏。哇哇，你这风扇一来真的不得了，你知道？对，就是全部都打起来，对，全部缠在一起，跟海带一样。所以你如果在打鼓，一直打到你的脸怎么办？还蛮常发生的，不然就是全部缠在一起。所以你整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整个概念嘛，因为我比较有符咒、欸，对对对，对，我是要不要秀给观众看一下？我有符咒，那其他的话是像那个他们那种经文类型的东西，都有些针对在。对。哦，它有不同的字这样。它算是一个被封印的形体，然后上面主要是有一个重量感。你们就面对镜头一下，他的内在形体可能是 Hello Kitty 的。其实实际上我们演出的时候，他的妆容会比现在再更重、更强烈一些。更重，对对对。哦，你真的很瘦哎、欸，好讨厌哦，好可怕哦，感觉是 A 4要那种感觉。你的装扮比较女性哎、欸，对我装扮会比较骚气一点。对，会比较骚气一点。喜欢骚的是这个啦。对对对，骚闷骚，他们喜欢骚这个词哦、喔。那你的特色是？特色可能基本上就是，可能都一定会露腰。我的每一期的服装都是会露腰的。哦。你们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你们，然后去哪里搜寻你们跟你们的之后的一些表演。我们是诺苑诺洛伊，然后你可以在脸书、IG。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搜寻诺罗院，或者是 Noroi， 或者是英文的 Noroi， 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资讯。然后感谢就是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近期的活动在八月六号礼拜六，我们有一场就是跟第三线就是有一起合办的视觉冲击，我们办了一场就是蛮有特色的和风场。那当天的我们所有人的造型。就不一样了，就不是现在这样。我们造型会特别的去换过，也是黑色吗？欸，不一定，不一定，但一定会露腰。啊，对啊，对对对，说不定他会没穿呢。哦，有可能，更骚。当天就是和风场，然后也希望你们就是可以来玩，然后只要有穿和服相关的，我们都会送一些小礼物或者是折扣。在哪里？在哪里？在派克。好，今天非常感谢你们，谢谢。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收看《现在天堂风》。